林时间亨利·卢梭草地 L'Herbage。 亨利·卢梭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以纯真原始的风格著称。他曾经是一名海关官员，也是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这一幅草地创作于1910年，现在保存在日本石桥美术馆。亨利·卢梭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正如一位艺术评论家所说，卢梭用简单纯粹的色彩和清楚的轮廓画出树上的每一片树叶和草地上的每根草。可是不管再老练的人看来多么的笨拙，他的画却是非常生动，非常单纯，非常有诗意的东西，人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大师。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欣赏另一幅亨利·卢梭的作品，惠宁时间法国巴黎。